即马安尼请安注意大赛，安上届尊敬喜爱的小大赛、小美琴大赛，来咱讲两句话，谢谢。感谢林医师吼，吼、哦，我今仔日这个机会，会当甲咱的侨胞、咱的台湾乡亲啊来见面啊，嘛真感谢吼，今啊看到咱民主的先辈哦，高一辈吼，咱的祖先啊，也搁有啊，较早我嘛要三十年前吼，伫 San Francisco 的熟识黄美心吼，啊为 San Francisco 过来啊，咱姐姐咱啊交界的先进啊，真感谢啊，我今仔日来。啊，参加啊，平教授的读书活动啊，正会当拢是上帝安排吼、哦。其实我是抱着正平淡的心情啊来到这啊，拄啊早起啊去 Irvine 啊参加啊，台湾的 Irvine 台湾人的长老教会礼拜啊。主要啊，我相信不只是我哦，咱济济台北人，也是伫台湾国内的台湾乡亲啊，拢非常的唔甘。啊，非常的啊心痛，啊听到啊这不幸的代志，啊拢啊抱着一个关心，啊唔盲讲啊一个第一师的亲族，啊是讲受伤的咱的代理人啊教会咱的乡亲，啊是讲迄天啊参与着礼拜吼，受到这个心内底啊受到惊吓，但是嘛真坚固、坚强啊勇敢。啊，咱的乡亲吼，拢啊爱特别伫这个时阵吼，互相来关心吼、哦。所以虽然讲啊，这个 weekend 吼、哦，伫 DC， 阮代表组家己冇办活动啊，但是我特别啊来甲加州啊，伫啊，我嘛相信啊，咱所有乡亲伫这个时阵啊，嘛会当感受到啊，第一师吼牺牲家己。啊，救到啊，济济长辈啊，即款的精神哦，不只是咱台北人的模范哦，啊，佫较是伊的善良啊，伊的勇气哦，嘛展现即个基督的精神哦，啊嘛展现啊上勇敢的台湾人的精神哦，啊咱即款的精神啊，我早起有讲哦，伫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一个上重要的精神。就是焚而不毁哦，焚而不毁，就是安那烧嘛烧袂起啊！伫上艰难的当中哦，咱爱搁较勇敢，爱搁较团结啊，互相来支持啊！我相信这款的精神，咱伫台北人社区嘛，深深啊有感受到。啊，今仔来伫遮，拄啊听到林医师吼咧介绍啊，平教授啊，较早伫台湾民主活动，啊是家己。嘛是伫台湾上艰难的时刻，啊，真勇敢要站出来，啊，嘛受到家己啊，不管是家破人亡，哦，还是流亡海外，即款的拖磨，啊，了后佫转来台湾。其实我虽然迄当阵较少年，但是伊第一次做咱台湾第一次总统民选的总统候选人，啊，中国要用飞弹来甲咱威胁的时阵。我当然，迄阵少年较天真啦，就感觉讲我嘛要倒来台湾哦。啊，迄阵即个读册本来要读 PhD 嘛，读不完哦，算中辍生哦。啊，就走去民进党的即个 DC 的诶，即个新的即个 office 吼、哦，伊啊拄啊讲做代表毋是，我迄阵是做秘书吼、哦。啊，伫遐啊，我就决心要倒去台湾吼、哦。啊嘛，算算的时间嘛真久啊，已经是十几年前啊。啊，我相信平教授吼，一直是一个真 inspire 的人吼，但是嘛，唔盲讲不只是阮这代，伊咧选总统的时候，我是少年人吼，啊，但是咱即摆还阁有后辈的少年人，吼，啊，一代拢会当知影这款啊前辈为台湾的民主、为台湾的自由所打拼的精神，啊，伊写一本册叫《自由的滋味》，伫我咧读。大学，当我伫 Oberlin Ohio 的一间 college 去读大学的时阵，我这个 small college 的图书馆内底竟然有伊的册，一本自由的滋味。啊，我相信世世代代拢会当为着伊的这款的精神，
了解咱台湾的民主是得来不易，哦，愈得来不易，有遐侪人牺牲所得到的民主甲自由，更值得我们大家珍惜。所以我相信今仔日每一个人在做的工作，就是要继续守护咱的民主，不管是伫咱台湾啊，咱啊国界。吼、哦，咧守护民主，而且无共世代的咱台湾人以外、海外的代理人，也是讲阮即马咧做外交官 ，DDC 啊咧拍拼啊，毋盲讲会当得到美国啊国家搁较大支持。咱上大的目标就是咧守护这得来不易的自由甲民主。啊，嘛毋盲讲透过今仔日推出的活动，吼、哦，会当吼搁较侪人。会当了解这段的历史，我相信就是咱读书上重要的意义。啊，再一次啊，来感谢吼，啊，歹势拄啊来时间较晚吼，啊中淡薄迟到，安尼插入来，啊，但是呢，啊，我嘛是台湾会馆的 member， 我嘛是 member 吼。如果今仔既然来加二百吼，啊，伫我要去坐飞机登去 DC 进前吼，啊，一定今仔一定爱登去，明仔载阁是魔鬼行程吼、哦，所以伫登去 DC 进前一定爱来会馆吼，啊，大家今有即个对数的活动吼、哦，来遮甲大家比吼，一方面感谢咱海外乡亲代理人长久以来啊对咱外交工作的支持，吼、哦，啊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。伫即马，尤其是二万发生即个悲剧吼，咱会当感受到大家团结吼、哦、来谴责任何的暴力行为吼、哦，守护咱的民主啊的即个重要性啊，所以伫遮甲大家做伙哦，毋盲讲台湾民主自由这条路，咱咧争取咱的独立尊严的过程当中，有大家坚定的脚步吼、哦，不管拄着甚物款的困难，咱拢是爱继续来往前行。再一次感谢，谢谢。前总统府主席罗立伟先生，总统府国策顾问陈义龙先生，杨建仪、林英雄政府顾问啊，萧大帅，台洛杉矶台湾会馆陈碧武董事长。三十一国代理基金会张玉华董事长，北加州台湾会馆代表兼国策顾问张信年夫人黄医生女士，啊，法华 Oregon 分会李学东副会长，啊，以及在场甲线顶的乡亲、大家好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啊，今仔我抱着真勇敢的心情来参加皮敏敏。教授的读书会，我要特别感谢主办单位大陆山区台湾会馆、三十一国台币基金会、台湾美洲啊台湾会馆的用心。咱今仔日大家除了斗阵做伙来读书、听教授以外，上个重要就是爱予咱少年囡仔更加了解台湾针对民主的价值。台湾人民上大的共识就是相信。民主是台湾上珍贵的资产，但是这份资产是安怎来的？中间有真多真多为民主奋斗的人物甲故事，必须要让更加更多台湾人来了解，尤其是一出世就享受着自由民主空气的少年囡仔，相信这嘛是举办一场对社会上重要的意义之一。林教授出生于第四代的台湾。第二代的台湾人，因为受到殖民政府的统治，大概拢无参加公共事务的机会。也就是因为安尼，咱台湾人伫政治以外的其他方面更加拍拼，希望会当证明家己无输于本人。林教授对少年的时阵真出名，伊对台湾大学政治的毕业，后来前往加拿大、甲法国得到硕士、甲博士。大学三十四岁就做了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，甚至伫1961年就担任咱派到联合国代表团的顾问，真正是咱台湾人的老人哦，也是当初时政府所重视的本省精英。以彭教授的知名度甲成就，
伊当时若是要对专制政权的行为当作无看到，相信伊会当过着非常爽快的日子，甚至做大官。但是伊并无安尼做，颠倒用读册人的良心，伫1964年发表台湾人民自救宣言，挑战政府的专制统治。这种行动的结果就是伊和政府软禁。后尾啊，逼到伊逃出台湾，流亡海外，一直到1992年，才会当回来故乡台湾。李教授捌讲过，伊其实生活伫三个世界，血统是汉人，伫日本统治的殖民地成长，过来伫西方世界生活真久。伫思想方面，伊受到西方的哲学影响真大，尤其是法国的哲学甲自由的思潮。李教授相信民主、和平、议会政治甲非暴力的手段，也因为安尼，伫美国留学的时阵，伫1982年，伫咱洛杉矶甲蔡同仁、陈同山、吴桂莹做伙成立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发法，向美国国会游说，争取咱台湾人民的利益。这粒追求台湾民主的海外政治，成立到今年拄啊40年，已经变作咱伫海外争取台湾人权益的一张大手啊！此外，大家对提名教授上较有印象的，个身影就是伊1996年代表民主进步党参加台湾历史上头一遍的总统一选。虽然提教授甲小中营这组候选人输了一场选举，但是选举过程中，平教授批评政府的政策，但是无对其他候选人进行人身的攻击，这种风度得到大家的尊敬，也反映出伊对民主政治的看法。平教授一生当中有真侪的称呼，真侪的 title， 有人叫伊台独教父，某人甲伊尊敬讲伊是民主的申请者，时代的威力，但是我认为用教授来称呼伊也非常的适合。伊人生的每一步，拢咧为咱台湾的民主写历史，所用的教材就是一生的人生的经验。伊是台湾民主的忠心教授，迄、那个怀抱着你的梦、我的梦、咱台湾人坚持民主、自由、五梦的人格者，多谢大家。